升起梯架，台电工程人员忙着拆除鸟巢。 光是今年的一到四月，整个苗栗县就拆了139个鸟巢，其中有4次都是这对夫妇所贡献的。有没有小鸟？没有。公馆的这对喜鹊夫妇特别喜爱这根电线杆，两个人的鸟巢就盖在上面。工程人员把鸟巢拆掉，喜鹊夫妇不死心，又会继续盖。 的确，它有可能拿到的那个建材，我所谓它的鸟巢的建材，有可能会是铁丝的东西。拆了又盖，盖了又拆，喜鹊夫妇似乎跟台电人员杠上，上演人鸟争夺战。可能是因为它这个电杆比较高，那这种鸟类的喜好就是喜欢高一点的地方，它没有相关的一个阻碍。光是四月，台电人员就拆了4次，不敢大意，就怕重演这个状况。 学者分析，喜鹊夫妇应该是找不到更适合的筑巢点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他们在电线杆上加装刺针，避免停电意外再次发生。据苗栗综合报道，相比病毒共存的话，当然要必须要配套啊。所以呢，用旺旺水神来防疫，有效能够保护您、保护自己、保护家人。防疫不能等，请赶快上快点购。买的时候记得呢，输入呢剩下的推荐代码 CTI 666 CTI 666，希望大家做好防疫。